是啊，你不可能啊，咋没开快呀？对，就你说就是那种专门航空，就是航空。我让声音唱一个，他这个什么？好，一下。好，来来，这是。这有没有像？来说。这不熟啊。哎，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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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看上线，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话，找郭站长说，第一粒准备叫你吃那粒生病了不能吃，是这么说的。然后这里都没不怕不怕的。啊，对，开始上线了，我们又来到这个草莓园叫什么名字？森冰冰啊，草莓大棚啊。这个我们温总理就来这里了。温总理曾经到的地方。哦。对。2017年元旦到的。OK。2007年。哦，2007年。2007年，2007年元旦。2007年。对。温总理来这里吃草莓。对。然后说我们这里是叫中国草莓第一镇嘛，黄川镇。嗯。森冰冰家的最好哈。最好的草莓。对，森冰冰家最好。这个是我给的，嗯 ，Facebook， 嗯，哎，这条丢哪里？用不用给他们看一下全景？随便丢吗？随便丢嘛，用不用给他们看一下全景？外面吧，外面给你们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现在走进来里面了，我们走出去外面看一下。先出去是吗？嗯，因为我们迫不及待的哈，进来就先吃草莓先。来，这是一个大棚，这里全部是，这里全部是草莓园。这里全部是草莓园呐。整个黄川镇有3000亩吧，全部种草莓的。种草莓，对对对，啊，3万亩，啊，3万亩，说错了，哎我，好大哈，3万亩，光解马村就3000亩，说错了。啊，看到吗？你看有些知识我也不是很懂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差点说错了。哪里会？对，卖水晶的，这都是这风水的，哪里会讲？很多都不知道的嘛。是啊，这个里边全部是我们温总理就来这里吧，来这里，2007年来这里，然后吃了草莓，说中国草莓第一镇黄川镇。然后这里全部种草莓的，是你看那里全部是。然后刚刚我们路边你看到也很多啊，好多，看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给你们看。那我们进去吧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这里外面有点冷哎。我不冷啊。啊，你不冷了今天啊？我这样子了，是你今天又不冷了，自己潇洒穿少一点啊。我以为又怕冷呢。哎，来，我们送第一条吧，我们送第一条水晶，送第一条是什么水晶？接下来我们送水晶啊。接下来我们送水晶，第一条。我们送水晶，然后就是先摸到第一条是砗磲。砗磲，白砗磲哈，白砗磲，我们在草莓园送水晶，我告诉你，白砗磲纯天然的。有分享的话就送第一个。有分享，记得分享 ，OK。然后第一位送出去的，现在开始送，福气老板选一个人哈，一定要分享啊。如果回去我 check 你的面子书没分享，我是抽回来的哈。来，你要选哪一个？要水晶，要砗磲水晶的，现在赶快选，我们福气老板选人。给你选吧，给我选，他没分享嘛？哎，没分享啊！你要讲我分享了。对，你要分享，你要跟我讲你分享好了嘛？哎，我分享了，我要水晶，还在打招呼哈、啊。哎，第一位，要吗？那位？就这位吧。下面他说了好多那个。他说了，你看得到吗？看到，我很希望啊，对，很希望、啊。OK。可以送给我吗？可以，可是你的名字很复杂。对，你的名字我就说不出来。Charlotte Elizabeth Diana。就送他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第一条就送给你，第一条可以吗？ OK， 可以吗？砗磲，Elizabeth 啊 ，OK， 我记得你的名字了。好，很长的嘛，对啊。对对对，很长的就对了哈，两个爱心哈。两个爱心，对啊，两个爱心，两。第一个就送给你哈。好，第一个就送给你。好，我们还有很多条，所以慢慢送，记得分享，然后就可能你写个理由吧，也是很好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再到草莓园了，在东海这边。我们要不要进去？要进去吃草莓。我们现在进去吃草莓，那准备送第二条了。准备第二条。哎，你记得了哈。我拿着出来不行。拿着出来，你等一下点吃草莓呀、啊。等一下，不是我还有我老板娘嘛。啊，还有。OK，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哈，进去一个盆一个盆里面，进去里面吃草莓的。OK， 我们进来了。OK， 来，我们开始哈，进来了哈。嗯。所以我们现在找看。可以看到什么就吃什么哈。对啊，你可以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他们看一下全景嘛，那么长。啊，看全景哈，来，点你们看一下全景哈，啊、多长的一个全景。这只是一个盆而已。这只是一个盆。对。这个。所以它其实好多个盆在这里。两亩多，1000多平方。1000多平方。是吧？1000多平方。我不知道，我数学也是体育老师教的。我们不会换，我不会换算，我学习不好。你数学是英文老师教的吧？我数学。数学老师教的，但是数学老师没学好，你的问题了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的是老师的问题、啊、因为我们江苏是最注重教育的嘛，
是啊，是。来，我们开始。你们江苏的小朋友读书哈，都到很夜回家，好可怜啊。您在前面还是我在前面？我在前面比较好，因为我俩自拍棒嘛，你在后面就比较理想。我们吃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就送。啊，吃第一个草莓，我们再找草莓哈，找熟熟的草莓来吃，这里就让我们吃哈。现场吃是不用给钱，拿出去呢就要给钱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可以订货的，草莓开始订货了。就是我能吃几多都不用钱是吗？随便吃，老板说了随便吃，随便吃。包老师叫大家订货呗，开始订，我们可以发货的，现在都可以发，可以发，可以发的，可以。现在订货发到马来西亚去要几天？我们弄着真空包装，然后我给你5天。五天快递。这个草莓叫什么品种，老板？这个叫红颜。红颜、啊，刚才我在那里吃过的红颜。哎，红颜我有吃到吗？有吃啊，但你说你先吃个这个嘛，那个不好吃的，这个好吃。那我是看这里的红颜。对，这个就你看上这个就好。红颜不薄命哈，红颜是好的。找你美的熟的。这个老师谁要货可以订货了，可以订货哈，真的。买草莓送水晶。对呀、啊。你们有包老师吃第一个吗？然后再送条手链，谁要的？谁看我们包老师吃的？来送一条粉晶、第二条粉晶是谁的？这粉晶嘛，红颜。对啊，包老师要不要把它往上拨一拨？他们会自己走的嘛？怎么没走啊？哦，是哈，要往上拨一拨哈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来，谁要粉晶哈？现在我们开始送了。开始送。有没有分享的嘛？有分享的，我要水晶。OK， 我们看到 Violet 了。哦，那好。Violet 粉晶就是你的了。粉晶是你的。我们有几条粉晶？一条哈。粉晶就一条。一条油脂水晶。其实还有呢。其实呢，我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来草莓园嘛，我们可以送草莓晶的嘛，我不忘记。包老师，你有拿吗？有拿呀，有拿三条啊。有拿三条啊。我顾着吃。我有拿三条。草莓晶。有草莓晶，现在我们吃的是草莓，有草莓晶，草莓，来，有三条可以送三个人。草莓晶，谁要草莓晶？赶快哈，现在赶快share哈。对，然后三个分享的人。哎，我看到一个不错，写好多东西。Ellie Sen A L L Y S E N G Ellie， 草莓晶送你一条哦。可以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还有两条草莓晶。我们继续走一走。我们走一下。走，小心，包老师。是，我们小心一点哈。因为这个。过道很很窄哟、哦，你看到我们的脚哈、啊，我们是这样子走，挺危险的哈。啊、要直播，要走，要送水晶。因为土地比较稀有嘛，只能弄小小的一点点路。这个可以丢。可以丢。我丢了。丢了，你不管了呢？不管了哈。可以当肥料了。可以当肥料哈。你专业不是草莓。你专业是水晶。不，现在专业。这个就不大熟，有些是不大熟哈。那个。这个。这有些有白白的，不看看，不大敢吃。白白的，不是，往前走，没有影响，往前面走。我们前面多得很嘛，前面还有很多哈。对啊，多的是哈，来，我还好，我的身体不重，所以平衡点还好。我是担心你。我还可以啊，我跟你说了，我是比较灵活的胖子嘛。比较灵活的胖子。我先吃一个。哎，你弄马来西亚语说我们听听。是吗？啊。小牛比小牛上下全球。好。是啊，这好特别的。好吃吗？怎么样？嗯。啊，连皮连叶子一起吃啊？没有。太甜了。嗯。温总理听到我们草莓的时候，啊，他说这是全球草莓最好的。全球草莓最好的。哎，这温总理曾经都说过。对，不错，这味道好极了。当时我干的是农技站站长，农业推广就是我。啊、对，他吃的也是这款吗？红颜啊，红颜，对，真的是红颜啊，是，所以红颜是好吃的。温总理给我们第一句话就是“中国草莓第一镇到了”，刚才你们看我们的规模，你们看到了，是非常非常大，非常大。中国草莓第一镇，第一镇，是，这有这是不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东海还有一个，就您住的地方叫温泉，温泉镇也是华东第一温泉。我知道，哎，东海好多，对啊，第一哈，水晶市场是世界水晶之都，水晶，那不是什么，那是世界。我们东海是宝地，宝地，我也要在东海买屋子啊。啊，可以，买屋子，我帮你打理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，然后再吃一个草莓。哎，包老师，你最起码要吃20几个。三边边的草莓，对，你要吃二十。红红的，我一点。三边边的草莓是我们这个可以，这个红吗？这个红，
可以，好看，可以，要吹一下吧，就可以。对对，是我们这个农业部推广的科技示范户。第二条草莓音。对，有一次草莓。有获奖了吗？哎，我看到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有有有有有小花，小花，还有那个是。来看一下哈，看一下，我们第二条草莓金就给 Patricia Pat。Patricia Pat， OK， 啊，是全部归档名字了。哎，那个还有一个送给妈妈的那个谁？送给妈妈呢？送给我妈妈 ，OK OK， 可以。修曼，好，第三条草莓金送给她。草莓金，哎，草莓金爱情哎，送给妈妈。好，送给妈妈也可以，她喜欢就好嘛，她爱她妈妈嘛，嗯，爱情分很多种嘛。OK， 好 ，OK， 所以这就是送给妈妈的哈，啊，Patricia Pat， OK， 我们三条草莓金送了哈。三条草莓送完。还有呢，接下来。接下来有两条发金，发金发金啊，金发金，嗯，两条金发，两条金发金哈。现在我们送金发金，我们看一下有谁要，有没有分享的吗？要分享啊。对啊，今天就是吃草莓宝哈。你看哈，现在草莓可以运了，没关系，不摔。可以哈，哦，这样子运吧哈。老师看一下，这样子就不会坏。啊，对，这样子运吧，一点问题没有。是是是，哎，说我就喜欢说话多的那个哦，连续说了两个是不是？那好，再给两个，就是那个哪一个啊？上面那个？对对对对，第一个哪个 ？Andy 猜还是伊巴蛋？啊，对对对，伊巴蛋 ，OK， 伊巴蛋，金发金是你的，金发金是你的了 ，OK，OK，、OK, 啊 OK, 然后你还要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啊？我的，你要写中文的我就认识，你写英文的我看不懂啊。对，写英文对不起，我文化不高。他只会中文字。抱着你朝前来走走呗，嗯，前面草莓多，我也吃一个，这个啥都没有。我站不起来。我，哦，哎呀，语文还在北边。年纪大了。哪有？爬高爬低也是一个问题哈。哎，对呀，啊。嗯，跟着你们年轻人不跑一下不行哈。那么前面再看一下。我也得吃一个。这个，你刚才要送的是哪一条哈？还有一条发金哈。还有一条金发金。金发金，还有一条金发金哈，哎，这个，这个，啊，是Eva，Eve Tan E V E T A N， 他刚刚送给他了吧？应该没有啊，刚才有送他吗？应该有送他一次啊，是啊，我好像听说。如果没有的话，现在送给你；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别人哈。对啊。OK， 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呢？哎，就这个吧。还有哪个要送？哎什么？哎，这开头。哎呀，就这个。Andy Chai， 你要送他什么？金发金嘛，金发金 ，if 他已经送了哈，叫 Andy 菜送给你哈。嗯，好，下面是，下面你要送的是什么？把这个挺难走的哈，我们需要慢慢的走。茶巾哎，茶巾。茶巾哈，因为我看到一粒很红的，我要吃红红的，地草莓，要不就吃白白，要不就吃红红哈，这个，这样子的。茶巾。红红的哈，茶巾两个圆珠，两个六一个128面，嗯，一个64面，一共四条。嗯，茶水晶它有四条要上哈。四条对。嗯，我们看一下。大颗粒的送给男士的。大颗粒送给男士。对。还有吗？我们再可以往里面走一走，看看有没有红红的，我也吃两个。嗯，红红，我喜欢吃红红的。这里藏的，来，这个玉红，嗯，啊，这里有白白的边了，白白的边，嗯，啊，不是白白的，嗯，我吃了啊，这是，哎呀哥，是不是？看我确实比较灵活，跟我说是灵活的胖子，对呀，啊，我好怕我也像你这样跌一跤这样，嗯，那么多新的是谁啊？OK， 来茶晶，是男生吗？ Nicole， 女生吧。Nicole， 我看到一位是 Nicole Sen， Nicole Sen， 茶晶一条。你总共有几条茶晶？我一共四条。四条哈，已经送了一条给 Nicole Chen， Nicole Sen。Nicole Sen 是男的，是男生女生吗？ Nicole 是女生的名字。女生送小颗粒的。小颗粒的哈。对，128面的。OK， 来，我们再来送李小Chan SEOKCHAN 李小Chan 还是 LOW 大金是，啊，OK 茶金这个是男生女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小Chan应该是女生，
女生的话呢，管他男生女生，先送个中号的不就行了吗？中号的哈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中号的。OK， 第三个茶经 Joyce Lee， J O Y C E L E E， Joyce Lee， OK。茶经第三个是女生吗？啊，第三个也是女生。好，这里，好，还有一条茶经男生的。茶经男生，他们也 OK 的了，拿去送给家里人吧。那也可以是吧？啊，可以，那就好。哎，我看到一个男生 ，Lawrence Lee，Lawrence。Lawrence Lawrence Lee， 男生的茶巾送给你哈，由福气老板手上亲自带回去，我亲自带回去给你们哈。OK， 好了，我们再继续走。继续走是吧？这个路程走到好久啊，怎么样？你吃很多粒了哈？对呀。啊？有几个？这个，这个哈，够了，一粒。红红的哈。四条石英岩玉手。红岩。啊？石英岩。嗯，可以，就是福禄寿这种感觉嘛。啊，有一点，有一点那这样子的哈、啊。我在 Australia 看很多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真是来。我们这个学名叫石英岩玉手链。石英岩玉手链。石英岩玉手链。不是绿的。玉手链哈。玉石的玉。然后四条，看有哪位，把拿下。好，装口包里。好。嗯，这个是已经选人了。选了。嗯，所以有四条哈，石英岩玉。对，包老师这四条你随机选。随机选。对，我看呢、啊，看他们的反应啊。对呀、啊。他要写，我写了，要分享啊。分享的快就给谁嘛。甜吗？甜。那必须的，比那个比那个好吃吧？比那个科技馆好吃吧？红颜知己。OK， 我妈妈要带哈，有朱楚 J H U C H O O， 第一位已经有了。第二位呢 ，Kristan Christan Kristan， 哎，我们再看啊，两位了是吧？两位的，英文的不重啊，看不懂。OK， 是编辑没 ？OK，Michelle、okay, 哈 ，Michelle 哈 ，OK， 三位了是吧？嗯，接下来第四位哦。接下来第四位，看哪个是第四位幸运的观众？Stella Tong， 为什么会有回音哈、啊？因为这个是个棚子嘛，肯定是有回音的、啊。有回音哈、啊？对啊，有回音啊！这里，我说话就离得很远嘛。嗯。他就重复的说了一声。嗯。第四条送出去了吗？嗯，送出去了。OK， 四条石英岩玉。嗯。好。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哈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，有两条紫金哦。我先走下去啊哈。你还有几多条还没有送出去的？ 我们可以找个椅子来坐着慢慢送啊。还有一对、两对、三对，还有七条。还有七条哈。对呀、啊，七条。这个已经上来，啊，这个已经上来。我也走那边。来，我们慢慢再走下去。啊，没有事啊，两条紫金，两条紫金了。两条紫水晶。两条紫水晶啊，啊不然，看，两条紫水晶，来看一下哈，美吗？啊，紫水晶哈，两条，有人要吗？两条紫水晶，紫水晶两条，有没有新分享的观众？嗯，要新分享哈。对呀、啊，名字不能重复、哦，我们不能。OK，Yvonne Tan，Yvonne Y V O N E Tan T A N，OK， 两条哈，还有多一条啊，还有多一条，我们慢慢再走下去。你可以知道这一条路多长吗？我们好像才刚刚走到中间罢了哈。其实。路倒是不是很长，主要是那个玉米角不好走嘛，走的比较辛苦呀。我叫找到一个好的，我先吃一下。啊、越吃哈，来你吃。嗯，甜。甜哈、啊，甜。美得很。OK， 我们还有一条紫水晶哈。还有一条紫水晶是有没有幸运观众啊？这个水晶回去包老师会加持一下，然后送给你们，再送给你们、啊、OK， 一定要去消磁加持、啊、什么都要做完的、啊、送给你们的、嗯、然后他就会很有能量，嗯，对啊，把能量打开给你们用。好了，还有一条紫水晶，我看到一个很多图案的哈、嗯、Lepuimeng L-E-E-P-H-U-I-M-E-N-G OK Lepuimeng OK， 两条紫水晶送出去了。好好好，接下来还有什么要送？两条白水晶，我们要赶快送完他，等一下去吃饭了。啊、两条白水晶，饿的吧？我们专门先带鲍老师过来吃草莓，啊、吃草莓，怕他吃饱了以后不想吃了嘛，然后让他吃草、嗯，先吃草莓。
OK， 两条白水晶。哎，我看到一个好多图案的，好漂亮。Stella Teal， Stella， Stella Teal。OK， 就送给你啦。送给你啊。嗯，还有一条白水晶。还有一条白水晶。还有一条，这样子送比较好吧？你不用等到我改天有时间才慢慢去翻回去，然后再选适应观众，觉得有点累哈，直接这样送，就我看到谁我就送给谁，就送给谁。对呀、啊。嗯。有没有看到？嗯。有没有？这个草莓花白色的，刚才我们看的草莓花是红色的。白花那是花。花白色。刚才我们在那边看的草莓花是红的哈。嗯。对、啊，这个是白的。OK， 还有一条白水晶，有谁要呢？要分享哈。哇，有一个长的来了。又是一个长的哈。OK。OK， 就是。Jolyn，J O L Y N N G，Jolyn N。OK。OK。恭喜你，白水晶给你哈。还有呢？两条石榴石。还有两条石榴石。对，还有两条石榴石。石榴石给他们看一下什么样子吧。石榴石哈。红红的，深红色，鲜红色，酒红色，酒红色啊，酒红色很漂亮，嗯、有时候拿来搭衣服都很好用的哈。对呀、啊，而且石榴石是助 ，OK， 一定是女性的，也要送女性啊，因为它石榴石就是女人的宝石，女人的宝石。OK， 来我们看一下石榴石啊，我们这里被 block 住了，回头走，回头走，那里被挡住了。嗯，我们回头走，慢慢走回去了，就看刚好了。我想一想，怎么给你在前面？来，我边顶，我跨过你，跨过我，我跨过你。哎呀。可以了哈，我夸过你。嗯，我们走回去，走回去，因为前面有个障碍物。嗯，那也走到挺累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分享的吧？那两条石榴石，两条石榴石哈，等你们的分享哈，我们慢慢走一下哈，再看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吃的。今天是吃草莓吃饱了，草莓有很高的维生素 C 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对于皮肤，对于女生。草莓有什么功效啊，帅哥？我不懂。你只会种草莓，只会种，不知道。对，这个老板，对，是老板哈，很年轻的老板，也很帅，好年轻哎，对，好年轻哈，皮肤应该不错。每天吃草莓吗？每天吃吗？每天吃几多呢？你每天吃几多？啊，每天吃多少？吃几多？每天自己都能吃个七八斤，七八斤才？七八斤？啊，七八斤。对呀、啊，就那个箱子两箱差不多吧。啊、哦，好对。对呀、啊。看 他们自己家种的，他不吃吗？他也喜欢吃啊。哎，喜欢吃哈。对啊，因为他这个，这季节也就三个月左右才有，三个月就没有了。有没有分享的？哎呀，对对对，哎，小心小心。最灵活的胖子。对呀、啊，确实灵活吧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那种。OK， 跟我们要送的是什么哈？石榴石是吧？差不多。石榴石两条。啊、好。好了，哎 ，May Chang M E I C H。O N G 还是 E N G O N G Maychong 石榴石一条送给你哈。接下来我们再看哈，通常呢你要写长长，然后多一点符号，多一点图案，这才会吸引我们的眼球哈。对啊，基本上我们读内容呢就没什么时间读，那我们通常看图案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人家吃七八斤哈，但是你也随便吃个七八斤吧。他不要钱，我才吃了二十斤。哎，请问老板，那些菜都这么还放旁边？啊，那个白菜放在干嘛？白菜这么为什么放旁边？包那个就是我虫子类的什么的，然后吸引过去。吸引虫子过去。哎、啊，有个就是长的，宝宝。是吗？我在看到这个。哎，那个长的。它旁边都是放菜的哈。OK， 我们看到一位长的哈。对呀、啊。OK， 好多位长的。好多位长的。OK， 但它有些。好的好的 ，Maylin M A Y L I N， OK Maylin OK， 这是石榴石哈，对石榴石，再多一位是吗？石榴石还有多一个，没有，还有一条白车菊，最后一条白车菊哈，对啊，白车菊最后一条，好的，那我们就选最后一条，等等啊，最后一条哈，这四个华语字是什么名字哈？我看不到，欧阳，那，你这都是，就你吧，就你了，欧阳什么什么的，我真的欧阳复姓嘛，就是欧阳的，都生僻字，我不认识你，好，白社区是你的，好，礼物已经送完了，今天礼物送完了，欧阳什么什么，
我相信我粉丝里面只有一个叫欧阳的吧，就是你了。因为它是繁体字嘛，我就不认识。繁体字他们不大会看。对，我们看简体的。我又觉得太复杂了，我这眼睛又看不大清楚哈。嗯。OK， 所以就是你了，你是啊、最后一位幸运观众。幸运观众，好的，那我们的礼物送完了。送完了，草莓也吃饱了。没有吧？草莓有吃饱吗？吃饱是挺饱。吃的挺饱啊。OK。我想就是说，等一下关播的时候，我们再吃一回。啊，你还要再吃啊？小心走哈。小心走，没事。小心走，来，我们慢慢走出去哦。啊，今天在草莓园送水晶哈，是啊，我们不在水晶场送哈，我们在草莓园这里送，我们东海，你看鲍老师有带你们去温泉嘛？看过温泉的景色，嗯、然后呢，水晶市场。世界水晶之都的这个景色也给你们看到了，然后现在呢，东海很出名的草莓，对，草莓基地让在草莓基地给你这个送水晶，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？很有心哎，你要知道我们这样子做，然后啊这么有心，其实我们又有的吃，啊、我们还开开心心的送东西，然后观众们也挺开心的，粉丝们也开心，大家都开心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我们这条路好难走啊！真的好难走，对、啊，走出来，突然就觉得盘骨很痛的感觉。因为我扭扭捏捏给他们看一下，扭扭捏捏哈。对呀、啊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草莓哈啊！我返回来给你们看哈。看一下这个地，我们是走的什么样的、啊、什么样的状况？啊、我们是这样这样走，我一只鞋。啊，那个，你看，这样这么妖娆吧？挺难走哎、欸。不好走吧？你又不敢踩到人家的草莓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完了那个叶子，那个踩坏了的话不行的。老板在旁边，不可以乱踩。不是，就是什么不是也伤害他干嘛？所以这个算是大白菜。大白菜对。大白菜是拿来把虫子全部吸引。引虫子过去，对。然后因为他们不打药嘛。嗯，不打药。对对对，不打药。直接吃。对，这大白菜是引虫子过去的。对。OK， 好的，看到了吧？好的，我们还要讲什么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去吃。No, 对，我们要去吃饭呀。嗯，我是怕我们吃完饭以后，鲍老师就吃不动了。就吃不下草莓。对，他那么瘦，然后他就吃不动，吃的东西本来就比较少，然后把饭吃饱了的话，这一粒他也吃不了了。对呀、啊，这差不多才吃十粒，有没有？没有吧？有啊有啊。有十粒吗？那你吃两粒对。其实我刚刚跟你们说了嘛，鲍老师应该吃二十几粒，多少条手链吃多少粒，吃一个送一个嘛。来来来。好。啊，过来吧，好吃吗？把装一下。在这里走肯定减肥哦。啊、哦，是这里走减肥哈。全部送完了。哎呦，这里吃。哎，我来。这样子哈，这个。我先出去了。可以。对。啊？啊？减肥你不要上镜头。不是，我已经在他们的眼中是怎么看？原来多胖的，然后又现在瘦了。他们说我瘦。我比他还胖。啊？是啊。这草莓可以减肥耶。啊，减肥。减肥的草莓是讲什么减肥？草莓啊，是果中皇后。皇后啊、哎，是果中皇后。果中皇后其实怎么讲？以前说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榴莲是水果皇后。山竹是皇后。它除了皇后啊，啊，它的花青素啊，除了这个，我们说这个蓝莓能和它相比。啊、哦，是哈。对，蓝莓是占据多，而且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含糖量，都是在不低于10。嗯。啊。有的到13，啊啊，我们这个每个草莓都可以追溯的，我们是叫食品安全。我们每一盒的草莓，嗯，你比如说你到马来西亚、嗯、或者到任何一个国家，扫我们的二维码、嗯，我们就可以查到这个草莓是种在哪个棚，哦，可以哪家农户种的，对、啊，我们是叫公司加农户的生产模式。啊、哦，这样子哈，好啊，是公司加农户的生产模式。我很少还没听过这样子的。哎，对，你比如说这个草莓，你吃的草莓，你在马来西亚一打开这草莓盒子，我 就知道这个草莓。扫二维码来查。啊，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这个棚子。那你们来东海的话，要摘草莓、哎、一定要到森冰冰家。对，嗯嗯，味道好。他是老板，我们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国家级的示范户，草莓示范户。啊，有女朋友你们没机会了。那个，对呀、啊。那小老板，啊，老板这里，老板这里。有。啊，已婚了，结过婚了啊，结过婚啊，结婚没机会的啊，没机会了，看看就好了，看看就好了。要不他没结婚的话，是不是会吃？好的，阿娜来，来人家有上镜头来，Hello， 马来西亚的朋友的，这是我们正宗东海汉子，嗯，对，是不是？
看起来你最没有行情。我行情，最起码给我点，这什么这刺激刺激，不好说刺激我。你们说我有没有行情吗？等到多几个月再看看收到什么程度先。对，那就麻烦了，那就东海就不是最帅的胖子了，就成帅哥了。嗯，你看这么大的草莓园，真的，我们这里就是因为。真的是老板啊。对啊，是老板。真的是啊，看不出啊。怎么这个都是一个家族，一个家人都在这做，都在做哈。对，你看多少年了，做了今年第三年，今年第三年啊，第三年就是家族生意嘛。你爸做的时间长呗，啊，他父亲做的时间长啊，家族生意时间比较长一点。对，啊、做他在家里边做了十几年，他自己单干现在、啊、是吧？出口到全世界吗？出口到哪里去呢？就是本地还没出口到外国、啊。本地不是像包老师啊，本地都不够吃啊，本地都不够吃啊，讲什么出口外国的、啊？本地都不够吃啊。真的啊，对啊，本地都不够吃。我们你看，我们天天吃，一天你看买个一箱，两天吃完了，然后又吃。我们多少人啊？我们东海120多万人口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吃一，他有多少啊？每个人一个人吃一斤，他有100多万斤嘛？每天产多少斤？自己家人又要吃。草莓产量多少斤啊？啊，一亩地大约在5000到6000斤，哎，对，正常情况下7000-8000斤，对。就是那全这太阳光照好的话800斤，对，8000斤，所以你们都供给自己本地嘛，怎么出口啊？我们主要是一个草莓汁、草莓酱，主要的大部分是鲜食。鲜食哈？哎，对，鲜食可以耐。我们这个本身我们镇驻地的，还有一个星期哈。草莓的酿酒厂。嗯，草莓可以酿酒啊，酿酒，草莓酒。啊，刚才我们走路过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的草莓，酿制基地啊，酿酒是加拿大人在我们的地方，就路边有一个洋房那种感觉啊，对啊，对，路边有个洋房那种，对啊，加拿大人呢，哎，对，草莓是你们这里提供吗？有提供出来吗？给他酿酒？哎，对对对，你们提供？啊，我们提供草莓啊，到他们去酿酒。酿制啊，加拿大人在我们这酿制，好，很多种，你看，好有好讲究哈。到底是领导人哈，说话脸不红，看那么多人，好几万人都不脸不红啊。果然是领导人哈。走里面走啊，走里面走啊，走外面走啊。走里面走吧，走外面走会跌吗？不会吧，应该。不会啊，哎，慢慢走过去，我们走去车那边哈。要慢一点。哇，我这看这个你会。下去啊！我不怕啊，你怕不怕嘛？你走这个，我有点怕。没事，没事，我在后面保护你。哇，这个地上还有雪哈！对啊，地上有雪就可能会有一点滑。这个我们要慢慢走去外面。我的天哪！走那里吧。走哪里？走上面。走上面会滑嘛？这里不滑。不滑哈、啊？哦 ，OK， 你看地上都有雪哈，这个有点高难度。可以吗？小心啊！没问题，慢走。啊，这里好走一点嘛，走到里面太累了。里面比较难走，因为里面路比较窄。那对我来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因为我瘦，比较像模特儿走路，猫步我 OK。后面的就不大行。其实我也是，我瘦下来也是男模级别的嘛。等等。啊。看一下。我身材有够啊，这现在胖嘛？有180吗？180啊，对啊。有180哈。对啊。就身材问题吧了哈，就是减肥就可以了嘛。但是我减肥的话，会不服气嘛？嗯，改名啊。改名啊。啊，改名不叫服气老板了，帅哥老板啊，帅哥老板，帅不帅还不知道，瘦下来再来讲。这我现在就挺帅的嘛。我慢慢走去车那边哈。对呀。啊，这次来东海的收获挺大的哈。东海还有那什么，鱼，东海的鱼也特别好吃吧？我们东海以前叫鱼米之乡啊，鱼米之乡，这里是鱼米之乡，真正的鱼米之乡哈。所以出产还有很多东西啊，大麦是吗？有出产大麦，产那个米，大米。大米哦，大米，对，他们出产大米哈。哎，这个有电吗？没事，皮的，有绝缘体的话啥？啊，你走上面嘛，别走下面，下面有那个冰块会滑的。啊，走上面哈。对啊。OK。那我们现在还是昨天晚上下雪了哈，啊、今天雪就停了，然后开始出了一点太阳，所以那个马路上没有结冰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天气凉凉的，还好，嗯，
昨天反而更冷啊，昨天超冷的。昨天因为在雪里嘛。昨天温度很冷，今天是今天我觉得还 OK。今天五六度啊。我们零上五六度。零下五六度。零上五六度。对，它有化雪。啊，所以化雪，所以没有戴手套，我也不觉得冷。昨天是冷到要命。因为快下雪了，它就会冷嘛。嗯。下完雪就会暖和，然后后天可能就会又冷回来，就过两天就又要冷了。又要冷了哈。对呀、啊。孙冰冰啊。孙冰冰嘛。啊。孙冰冰奶油，草奶油莓采摘园。啊，好了，我们走上来的孙冰冰来看一下，哎，这个。孙冰冰嘛。嗯，我们来的是这里，孙冰冰。对啊，全国配送。嗯。其实真的，我们，到这个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出去找朋友玩啊，嗯，我们都会带一点这草莓过去给他们吃，嗯，因为这又我们这里便宜嘛。嗯。然后拿给他们吃，非常便宜，也比较新鲜。嗯。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去西安，晚上我就买一点草莓，坐飞机过去的，他们就可以吃到草莓。嗯。然后吃到新鲜的草莓。然后不，但是不可以带太多嘛。嗯。带太多，然后人不多的话，他吃不完。吃不完浪费了，他也不能够留。对啊，一家一家送一车。嗯。拿到。他们都过来拿草莓的。啊。这草莓全部弄好了，那个鸡蛋。鸡蛋，这外面有鸡蛋。是鲜鸡蛋。哎、这个角度美，这个角度美。这角度美吧。嗯，走漂亮，来。我应该这边吧。夕，这个夕阳。夕阳晒到我们。对，我好白啊，白哈，啊，脸色肤色特别好。嗯，这角度美，这角度美。我再瘦一点好。嗯，瘦一点哈。开滤镜，开瘦脸不就行了吗？你也不开瘦脸。开不到啊，直播没办法，我们的直播不可以瘦脸。真实的没办法啊，美颜。没有法美颜，对不对？角度美，后面风景也美。这个是它的街上的，我们看到它车。这个是一条乡镇路。乡镇路都很多车。对对，很多车，很多车的。很多车。然后这边上，你看，那边也是草莓园。嗯。这里全部是草莓园，全部都是。那边也是啊。嗯。三万多亩。是，都是他们的。对啊，三万多亩，不是一个老板。不是一个老板。不是一个老板，一个老板我就，这太有钱了这。他这个就是这一片是他的吧？嗯。是他一个人的。那如果是一个老板的。哇，那他发财了，他发财了，对啊，因为做种草莓嘛，这草莓也就是三四个月，就冷，很特别冷的时候，这时候有，嗯，就是我们过年年前年后这段时间，然后其他时间休息玩，哇，好爽啊！别的没事做啊，就是有偶尔过来看看有没有虫子啊什么搞一下，对啊，这样子啊，很好的，是，他这365天呢，休息3天，一年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对啊，刚刚有电话来，没事。然后你像这些草莓园啊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都是他们差不多全镇啊，人民都在这里。孙冰冰，我听刚才听小旭讲，就是站长讲，啊，孙冰冰，好像是，大概就是我们村支书，他们家的，那当时那个温总理肯定来啊，来村支书家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党员家。党员讲的，党员，哪位党员讲的？这不是党员家，这就是党员家里吗？啊，党员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去吃饭了。饿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饿了哈。好。今天礼品也送了，草莓也带你们看了啊，我们吃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吃饭了，今晚上。吃饭了。我的飞机就回上海，然后再从上海飞去新加坡，再从新加坡回去马来西亚。祝老师一路平安。明天早上就到了 ，OK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